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《守望者之仆》，战曲歌唱者。哦，可以看到我用的是这个是死火队，好吧？死亡加上火油队。哦，这个队伍我自己评估过后，稳定性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哦，这个最近比较没有空拍片，这个大家包涵一下。哦，现在播控，我又看一下这关卡，好像还蛮快就可以继续了，所以就用这个关卡来拍片子给大家参考看看。哦，基本上第一关你就出到 CD 5就对了，这样你后面关卡会比较好过。哦，这样搭配来讲还蛮快的，所以就随便玩了。哦，血量记得超过10000，嘣！然后这边的话，全体啊，不用全体攻击，搞错了，这边是第三关。哦，当然，如果没把握的话，是可以把那个新珠多开一些出来啦。啊，如果有把握也 OK 啦。基本上我现在是有把握，哦，可是我还是想要开。接下来这只，再是这只，但是我会先打这一只，哦，因为看起来我是会被那只 K 到的。哦，可以看到我放了一只一阶龙，恢复力会稍微低了一点点，不过还可以接受。哦，不过的话，转性那么多，哦耶 ，combo 数没转出来。哦，不过我没有影响，因为我刚刚已经。先 K 了我刚刚要 K 的那一只了，哦，故意留新的。哦，这边的话全体攻击两次。哦，为什么要全体攻击两次？因为水妹血量有6424，要三次啊，全体攻击三次。哦，现在没有全体攻击，先打的话就用这，就瞄准它就好了。因为你没有全体攻击，血量你没办法抓，你不记得水妹剩多少血量。哦，两次。哦，再一次。非常好的，再一次。哦，这个血量比较少，所以要转一下心，但是也不要用到全体攻击。玩水妹的血量你会没办法计算，哦，总之火妹你把它打残血就对了。哦，像这时候差不多，哦，没得转，哎呦，可以转一颗，好笑了。哦，无所谓啦，这时候可能就是开个史莱姆王下去了。
哎，那个嘞，还被害死。哦，主要全体攻击加上那个火焰 K 掉，哦，这样这关就过了。如果不算的话，这样会比较慢啊。哦，这边火有带过。哦，这边也还 OK， 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关的话，新珠要做全体攻击不难。哦，当然我还是建议消多一点，因为卡新珠也是蛮有可能性的这个一个状况。哦，不过我们有三只转心啊，是不太担心卡新的问题了。哦，每一回合都消到新珠，这关就过了哦。哦，这关过的速度还算蛮快的，稳定性也 OK， 也不用磨来磨去的哦。这个就不解释了，没有、哦、KO。对，这个这样来讲，这个打法我是个人还蛮建议的，又快，然后速度又稳。哦，这个影片的话，我尽快传给大家，这个6分钟左右而已。哦，6分钟护一生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